同袍。这是我华夏的衣冠，交里、右衽、额冠、帛带，样样中华，有服装之美，谓称华；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。15年前的11月22日，汉家衣裳重现街头，让淹没300年的霓裳重焕生机，开启了汉服漫漫复兴之路。15载，怀揣着传承的初心一路前行。15载，捧握着同袍的期冀携手共进。前路渺渺，不求美名流芳，只愿初心不改，砥砺前行。君若携手同行，无必以心相负，以袍泽之意相与，传承汉家衣裳，何惧道阻且长。我们不忘初心，与子偕行。不再是一件沉睡的衣裳，汉服复兴更不再是一句孤独的口号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15年，我们不忘初心，与子偕行。